各位同仁，我们继续开会。今天是6月3号，礼拜五，端午节前夕。先祝大家端午节快乐之外，我们今天是专案小组报告及审查议案。我们有两个专案小组报告，一个是由洪宗凯议员所任召集人的营建工程废弃物专案小组，那另外一个是由陈洪宗副议长所主持的池上乡自行车业者停车场管理专案小组报告。我们是不是先请陈副议长啊，还是洪宗凯啊？我们请洪宗凯议员先行报告，请洪议员到报告台，谢谢。谢谢大会主席哈。那我们这个营建废弃物管理自治条例的一个专案小组呢，分别在3月30号还有5月18号呢举办了这个专案小组的一个会议了哈。那有关的相关会议内容我在这边跟大家做一个简单的报告。那首先呢，这个专案小组我先进行一个说明，就是我们的这个工作目标。那主要呢是因为这一次本县发生垃圾处理的危机引起民众普遍对于垃圾处理的重视，所以呢本会的议员呢都特地成立的这个专案小组进行相关工作的研讨，还有自治法规的一个订定。那第二个工作目标是有鉴于这个海边的废弃物还有山区的废弃物情况严重，而且呢这些废弃物大多是营建工程所产生的废弃物。所以呢因此我们就透过这个专案小组来订定本县的营建工程废弃物的产出量一个审查要点。那第三个呢是有关本县营建废弃物的管理流程。因为现在目前县政府一个跨局处之间的联系问题，造成这个管制上的一个缺漏，所以呢进行相关的一个检讨流程的部分，那也同时建立跨局处横向联系的管制方式。那经过两次会议之后呢，我们大概有一个初步的一个结论。那结论的第一点是我们订定了请我们的县府呢订定相关的行政命令作业要点。透过这个作业要点的方式呢来进行营建废弃物的管制。那当中呢有关这个产出量因子的部分。初步的订定是新建工程每平方公尺产生 0.03 公吨，那拆除工程的部分呢是每平方公尺产生 208 公吨，这样的一个产出因子的量。换句话说呢如果说我们盖一个新建一个工程，这个总平方数是100平方公尺的话，所以呢就是 0.03 乘以100，也就是说产生3公吨的一个垃圾量。那拆除工程呢也是用这样的一个计算方式。那当有管制之后呢，就会要求这些营建业者必须要去处理这个垃圾的一个量，那找相关的合格的业者来处理这个垃圾。第二个部分呢是同时在作业要点里面也要订定相关的流程呈报的流程就是先进行空污费的呈报，然后还有这个废弃物处理的流向。呈报完了之后呢再把相关的资料送建管科，建管科呢再核予这个建造或拆造。那这个处理流程跟现在目前刚好相反，然后目前是先送建管，建管同意之后呢再报环保局的一个空污费呈报，接下来才有废弃物的处理流向。所以未来呢会把这个处理流程做一个颠倒的一个呈报方式。那第三个部分是有关采法条例部分。这个我们要求县府在新的作业要点里面必须备注，如果有违反作业要点里面，引用事业废弃物条例的第几条规定，来进行采法6万至30万。另外就是说在这个清运的过程当中针对车辆的部分还有一个6000块至3万块的一个罚则的部分呢也要订定在作业要点里面。希望透过这样的一个营建废弃物的管理方式，来解决我们目前山区还有海边，还有散数在台东县四处各地的这些营建废弃物，的问题，希望能够透过这一次的一个专案小组所订定的这样的一个方向，来获得解决。以上报告，谢谢大家。
好，侯议员您稍等，稍等。各位议员有同仁有没有意见？有没有补充说明的意见？没有。好，谢谢侯议员，谢谢。谢谢大家。谢谢，谢谢您辛苦了。好，我们请我们陈副议长就他的专案小组来做报告。陈副议长。好，主席、姚议长及各位议员，大家早安。今天我要做的专案报告就是池上自行车业者，就是因为现在博朗大道跟金城武术，我们在池上相当或者相当的环境相当好，所以游客非常多，每天的尤其到暑假游客量都超过好几十万人，所以因为停车的问题造成很多商家的困扰，因为没有适当的停车场，所以才在我们本会在第十八届第八次的临时会，临时动议文化类第一号经大会，互委调查，建请本会成立池上乡自行车业者停车场管理专案小组，一案业经本会于105年5月4日上午10时，在召开专案小组会议，其中一位就是本人为召集人，以张竹兰议员、王辉龙议员、徐俊龙议员，林三天议员，我们成立一个专案小组，其中还包括有我们文化处、农业处、地震处、管理处，还有台东县官商分局，池上乡公所及池上好几位村长跟业者等人，参与此次讨论的会议及建议事项。最后我们有讨论到讨论及建议事项，请各位议员参阅，这次非常顺利把我们这个专案小组在第一会议室把达成一些共识，小组的结论是请池上乡公所配合目前的景观园区提出专用停车场新办事业计划，并请台东县政府积极配合办理，早日能够解决博朗大道停车问题。二，在新办事业计划办理期间，请台东县政府暂时不要再开罚他们业者停车的问题，以上就是池上关于池上停车问题的专案小组报告。好，谢谢各位，谢谢。好，谢谢陈副议长。请问各位议员同仁有没有意见？有没有补充说明的意见？没有。好，谢谢，我们谢谢陈副议长。那各位议员同仁，这两个专案小组报告我们将送县府来采纳办理，我们也会持续有专人来追踪专案小组的进度。好，我们接下来我们的议程是好，我们请林书记长发言。谢谢大家主席。请各位议员哈，因为在各位议员桌上现在都有一个县府提案这一本，那本席这边提出动议哈，因为这个在程序委员会之后哈，那县府这边有还有12案哈，在县府提案二这边还有12案的这个中央的这个垫付款哈，因为我们距离下一次临时会还有一段时间，是不是请议会同仁支持本席提出的动议，让这个县府提案的这个12条案子也都是属于中央的垫付款，是不是可以在本次在讨论中接到大会请各位议会同仁支持，那为了以示尊重，我们让议会通过之后，我们再把这个第二版本第二本送给各议会同仁检阅，谢谢，谢谢大家主席。我许给书记长。各位同仁是这样，那个在大会期间呢，县府又有相当多的中央补助款来到台东县政府，那依据规定我们没有办法在大会开议期间开程序委员会，所以书记长林崇汉林书记长是要求大会能够让这些中央下来的补助款能够进入这一次的审议案件，让各位议员同仁
来审议，那不然的话就要等到下一次大会，我们预计下一次临时会是在九月，是在九，应该有跟各位议员同仁说明，是九月吗？八月，八月，八月底嘛哈，八月底，对，下一个临时会是八月底，对，各位议员同仁都有没有我们下半年度的行事日程？哦，如果有任何的时间上，比如说你要生小孩啊。我说你的啊，对，那重要的行程如果有跟您的时间上有干涉，请立刻跟我们说明，那不然我们就以下半年度的预定日程，这样各位议员同仁您比较好安排你的事情啊。那七月八月因为议员原住民议员同仁都跟议会反映尽量不要安排临时会，因为我们原住民议员同仁他有丰年祭啊，所以我们的临时会，下一次临时会安排到八月底，原因是这样子哦，跟各位议员同仁说。好，那请问大家有没有针对县府在大会期间进入的十二个垫付案啊？我们请谢贤玉先议员发言。啊，不利息卡成跳。我来开玩笑。那我们是不是议员同仁？我们让这十二个案进入大会，让各位同仁审议好吗？各位议员。可以吗？好不好？好，谢谢，我们通过。好，谢谢。那我们先审在程序委员会进来的13个提案，从财经类第一号案，财经类第一号案。好，我们请议事组念一下案由。财经类第一号，经济部水利署核定补助本府办理本县无自来水地区供水改善计划第二期2011至2015年经费计新台币162万元整，敬请同意先行垫付，并列入本府2015年度追加预算办理转正，敬请审议。来，各位同仁，针对这个162万无自来水地区，来大家看一下有没有您关心的地区，有没有？好，那各位我们同意哦。好，谢谢。是江金寿议员，抱歉。我们请江金寿议员发言，江议员抱歉。谢谢大会主席，卢市长。那我们无自来水地区这个自来水外线管线引管工程。经费补助外线三分之二，这个计划是到今年的11月就截止，到今年年底。嗯，那就只有去年跟今年编列，哦，那是确定，但是明年度是不是编列都还不确定。因为这两年的部分是中央编有专款啊，哦，是。那他目前告诉我们是这两年，那至于说明年又会不会有，目前为止还没有接到通知。那这样的话，我们必须要未雨绸缪，因为据本席了解。还是很多地方需要装设自来水，啊，所以我们必须要把我们目前所了解、所调查到已经有案的、已经有案没有纳入十一月以前的这些计划的，是不是我们应该把它汇整，要提报给那个水利署，让他们了解，同时付之立法委员。我们其实都有提报给水利署啊，那。议员建议，那我们再把之前提报还没有到目前为止评比还没有纳入的部分，我们再整理一次哦。那在最近我们再来函报给他，那希望他可以纳入，也可以继续来做外线的补助。不过也跟议员报告，就是他外线补助的部分只补助外线，挖路的部分是县政府自己，这是县府负担嘛？县府自己编遣去补助给，是是。所以县府基本上我们非常。县长非常重视这件事情，所以我们对民众自来水的部分不只是中央，那县政府也出了经费啦，也有很多努力在做这件事情。这个本席了解，所以我在替你们担心啦，我们必须未雨绸缪啊。万一真的到十一月之后，明年度的经费预算里头没有列进去的话，所以趁现在中央正在编预算的时候，我们一定要反映出去啊。好，我们地方上还是有这个需求啊。我们会除了新闻外，我也会，其实我也很常去水利署，那也去。
争取他能不能列在发动基金里面，对台东有特别的补助啦。尤其这种是基本生活需要的东西哦。对了，民生必须嘛。对。所以我们现在如果中央如果不编列的话，我们必须要想办法。我们现在我们必须要想办法来克服这个问题。当然我们希望是尽量争取到补助啦。如果争取不到，那县政府我们也会希望在县政府的财政许可范围之内哦。那有关落入的部分，我们还是会持续的来做这样的。因为我们现在这两年支持我们的预算啦。那应该开发执行。这支预算我一定支持。那这两年我们都这样子做了。那十一月以后如果没有做的话，那没有台上的那些县民不是会抱怨了吗？那不是对县府的这个施政的形象就会有负面的影响。我们会持续的那。所以这上个月，在您的协助之下，我们到富山金龙富山部落是去会勘，我们就发现这个问题，因为它整个自来水的净水厂的扩厂计划必须要到明年的春节前后才有可能完工，那在这个之前没有办法来执行这一项计划，那可见的它就必须要被排挤在11月以前，那这样万一这个状况真的中央没有编了，那我们要怎么面对这个案子？类似这样的案子还是很多啊，所以当时我不得已，我就说，到时候我们请县府编预算，县府编预算有困难，那议员建议补助法，我将军说愿意补助，啊，比照这个计划来补助，当时只好做成这样的一个结论了。我们还会尽量来争取的哈，希望这个计划可以持续下去。我想这个改善民众基本的一个生活需求的部分，我们会很我县府哦。包括现在都很重视这个部分。对，有很多地方有这样的需求，却没有能够赶上这个计划的主要原因是地方政府怠惰。地方政府怠惰，没有尽早提报，甚至都跟我们承诺说都已经提报了，结果连案都没有。也县府，我讲，我从1903年六月一号开始接这项工作，我。请同仁不止一次的下乡，甚至晚上办说明会，夜也。对嘛，所以我说地方政府怠惰嘛，就乡镇市公所怠惰嘛。其实他们也很配合我们的一些。啊，甚至就像我前面讲的，你一个那个水电的暂借水电办法，你可以辅导老百姓去申请这个，结果他们却偏偏排挤。就有房屋证明也可以，后来那一天跟自来水公司协调，结果自来水公司的科长当场答复，只要有就有房屋证明，他的就比照办理，是这不就同意接水，所以这个是完全是乡镇市公所怠惰，所以这个我们一定要想办法来去克服这个问题。我们所以他现在连然后愿意提出来，连个说不限公所啊，他自己吃的他们这个区域只要愿意提出来，县政府都愿意来做，也不一定透过公所想说我们再可以加快流程，所以这件事情都要解决。所以我特别感谢你金龙雾山这个案子，你愿意马上主动的来办理这个会相关单位的这个会刊所以我们后续就真的要麻烦你，是我们一定要让中央知道我们地方还是有迫切这样的需求，是好，谢谢，谢谢大家，谢谢江坚寿议员。各位同仁，针对经济部水利署这个案子，大家还有没有补充意见？没有，好，我已经通过了，通过了。好，恭喜财经类，我刚敲过了，对，建设类第一号案，啊，我们请议事主任按钮。建设类第一号，经济部核定补助本府办理105年度水质水量保护区水源保育与回馈计划，经费计新台币538万3700元整，请同意先行垫付，并列入105年度追加预算办理转正，敬请审议。好，各位同仁，针对经济部补助我们的538万3700元，立院同仁有没有意见？好，我们请林参天林议员发言。谢谢，车队，这回馈是安那比例安那分呢？这个部分是。针对这个案来讲哈，伊是伫个太阳加李家哈，伊个啊遐资源保护区，是啊水质水量保护区，啊伊主要是供应在咱台东市加避难乡的哈，啊伊就这个区域，伫自来水公司伊会扣咱水钱了，伊个部分回馈伫这个水质水量保护区内底，啊公所这公所咧管理嘛，公所就提计划。来装起水利署啊，就补助安尼钱。我希望吼，是哎，切实落实了哈。因为咱有诶土地政府咧，土地编定有诶人较歹运作，
变成浅水区，有的就水源保护区，这你了解吗？对，这个了解。那么水源保护区它就有很多受限，尤其它在开发哈，嗯，营生的部分有很多受限。没有错。那么既然有这条500几万，是，你也实际上让人民感受到讲政府在这个水源保护区内底所做一切的设施，就是咧为着大众的利益。但是你大众利益会去影响到小众的利益的时候，这一定有盲点有冲突嘛？对对对。那么这条钱，我希望你要足切实，你嘛要甲因故乡公所讲，爱实质上有受到上开开发或是土地编定所有的盈利营生影响者，得以受到这个回馈金。没有错，这个他们一定要花在这个钱啊，一定要做在这个水质水量保护区里面的范围。这起有可能是现金发放吗？不可能，还是所有的都是设备，也是就是地方的基础建设里面的一些土地所需要的设施。那你要去回馈这条的时阵，我希望恁伫周遭的因那些住户哈，是住民，把它开一次协调会，听听他们有什么需求，我们再由他们的需求跟公部门是不是能发挥最大的效用，来采取那个目的，我们来试做。好，谢谢您，我拜托你哈。那事实上，我也回馈，也感谢我们这些政府管教过。好，尤其注明他们的排水问题啦，啊，他们的道路问题，这个都取向是非常重要的一个民生的问题哈，很加以重视。好，我拜托你，要切实的哈。好，感谢你，下次谢谢。谢谢。好。各位同仁，针对建设类第一号案有没有意见？好，我们请江金寿江议员发言。谢谢大会主席。吴处长，有关于水资源保育与回馈，它跟自来水法的第十二条之四的修正，我们去年郑天才委员曾经在5月4号有提案，但是一直没有能够被排入到立法院的议程来审议。那这一届他目前的案里头也还没有送，把这个案还没有送到，但是这个案不修不行，因为第十二条之四的限制是针对着西部地区，对于我们东部地区根本就不适用，因为我们的人口稠密区、居住区都不在保护区内啊，是不是？对，所以我们也要主动提案嘛，我们也要正式提案啊，去水利署来就这个办法来做一个修正嘛。好好啊，好，真的要不要怠惰哦，一定要提哦。好。好，谢谢，谢谢大会主席。好，谢谢江议员的建议，我们会后马上做。好，谢谢江议员。我们请张主任张议员发言。谢谢主席。那个处长，张议员好，这个案子好，我想提供一个给你参考。是。然后应该这样去做。刚刚江议员哈，张先生有提到，就水源区不是人住的地方嘛。就很少嘛，很少很少。在我们台东来讲，它是一个陡坡山区嘛，对，管制区，类似管制区一样嘛，哈。嗯。你要申请建造，要或是其他的都不变嘛。那这样的情形，它就很少人在住。那大部分都在丽江跟太安来讲，都住在山的山底下。对。嗯。所以这个经费的费用嘛，应该由乡镇公所，哈，我们来拟出一个方式，就说。在这个区块里面它可以弹性的运作，换句话讲说，水资源区的话应该也是当地的百姓要做充分相当的配合、哦、这话怎么讲，就像江议员所讲的，山上没有人住嘛，啊，为什么水资源区为什么那么漂亮，维护得那么好，那就是公所当地的居民、哦、他很配合，对，所以这一点当中我认为说这个费用来讲应该要充分的来配合当地的居民、哦、配合当地的乡公所，给他们有一个弹性的，也换句话讲说，当地的居民如果提出他的要求要做一些比较有意义的事情的时候，我们不要很多的受限，我想这样会比较，之前好像大家讨论的沸沸扬扬的，好像找不到答案，哎，我就是给你这样所谓的回馈金、哦、就是很简单嘛，我的火力啊，你就好啊，虎兵的爱用比这虎兵，不是这里面的，里面是在、啊、里面有什么做的？刚才处长讲的说，那你又要做什么？上次我说报到我水利署来，那跟那个回馈金，没等于没有回馈金了嘛？是，我还要报，那没什么意思嘛？所以回馈金我只给你，好，就像我们在办业务一样嘛，奖励金
我奖励金给你，那哪些要做什么用？那你里面的主管单位自己做弹性嘛，是不是这样讲？那才有意义嘛。所以这个回馈金的部分哈、哦，处长，我想，因为你该对田该了解嘛，嘿嘿，哦，这个意义的小来讲，你嘛是该了解。这个保温员大哥跟水利署来沟通。我一讲就是讲，就是可以做到临近的部落跟那个聚落范围都可以啦。因为这代志哈，张建硕跟我哈、哦，我两个对比来讲，台湾跟你讲，我都不怎么了解，所以我讲的说为什么？你要查记录，我很少都谈这个回馈金问题，因为好像跟你们谈都格格不入啊。啊，你们讲的不是百姓的需要，你讲的也不是地方的所需要的，所以变成那一块那个钱放在我都不想动它。其实大家有这个观念，我随便拿了别人，那比如说我不会说失掉意义了嘛，好不好？好。所以我们跟张院所讲的就是说，耍酷也说在的没人管，啊，喜爱的这个环境该睡。水质那么好，空气那么好，啊、哦，环境那么好，这些完全是在地的居民跟在地的政府，啊、哦，大家全力的配合保护，所以才会这样。啊，至于说他们那么辛苦，啊，结果你奖励金给他，啊，你要限制这个，限制那个，要做什么还报到水利署来，啊的意义就不是很好了，好不好？啊，我这样讲，你应该我知道我知道我知道，我知道，好不好？好，好谢谢。哎，谢谢张议员的补充说明。还有没有议员同仁要针对这个建设类第一号案再做补充说明？没有哈。好，各位同仁，我们就没意见了哈。有没有意见？没有，通过。好的，建设类第二号案。建设类第二号，经济部水利署第八河川局核定补助本府办理105年。度水资源作业基金公益支出补助经费计新台币487000元整，请同意先行垫付，并列入105年度追加预算办理转正，敬请审议。哎，各位同仁，建设类第二号案是有关经济部水利署八合局给我们的487000元整。哎，各位同仁有没有要补充说明的意见？没有，好，各位没有意见了，好，通过。好，建设类第三号案。建设类第三号，内政部营建署核定补助105年度市区道路人本环境建设计划中央补助款新台币6540万元整，未及纳入105年度预算，应有执行急迫性，请同意先行垫付，并列入105年度追加预算办理转正。各位议员同仁，我们宗凯哈，好，我们请洪宗凯议员发言。好，谢谢大会主席，很麻烦处长。可以，老张。我们各个乡镇市哦，包括台东市，其实有非常多马路都非常的破烂。是。那这个哦，其实外地游客来，这些第一个感受到就是台东真的没盖进步。那自己居住在当地的居民哈、哦，我们身处在这个城市里面，真的感觉到。这个走路的行的安全上面好都没有一个保障，所以呢好不容易有这么一大笔钱哦，但是看起来好像没有做到台东市区啊，咱顶该去看啊，讲那个丰隆的那一带，我跟周议员两个人去遐看，遐尼大片的所在，其实路拢改烂啊，今年都敢有经费通来使用？哎、欸，这个计划我先报告一下、哦，这个是人本环境哈，它主要是做了大概有道路做人行道那个部分的改善，啊，这个部分就在每年的年初我们会辅导各乡镇公所来提报，嗯，啊，目前就是年初提报的，哎、欸，是现在核定的这样，大概总共有8个乡镇公所，好，有获核定，总共6000多万。另外，现在洪议员提的大概是我们路平计划的部分，路平计划就是这一次，哎、欸。台东市有4500万，哎，按洪议员建议的部分，哎、欸，这一次有在那个工程、啊，目前还没有核定啊。目前还没有，最近会核定，最近会核定。最近会核定。对，好好，希望你们努力争取啦。会。除了大路以外，巷仔内底吧，拢盖烂，陆陆续续啦。哎、欸，这部分的这个路平的哈，因为这是华东基金核定的计划哈，我嘛配合市公所的
因建议的部分，我们去做安尼。哎，那未来有机会啊，多申请一些这个经费，因为台东市的更新速度都没有。多管道去争取啊，还有另外就是我们那个县预算的部分，我们也有在做。好，哦，谢谢处长。那顺便哦，就问一下农业处长，那个处长，咱那些农路啊，农路的部分哦，今年都你讲敢一千万了。哎，是。啊，无其他的经费通过使用了吗？咱甲隔壁关的华联比起来，人华联的这个农路走的速度比咱紧介济。咱台东连市区内底那个都市计划到都市计划内的一个农业区域，诶，农路把拢无走。啊，个第二个问题哦，就是讲进水利会吼，那有涉及水利用地的部分啊。现在水利会吼咧塞责任嘛吼，那不是讲水利会塞责任啦，伊认为县政府塞责任嘛，讲伊这个路控好了，这个保管人是谁？目前是咱管政府咱个做料施工完之后呢，就把这个就是保管的责任又丢回去给那个水利会嘛。那水利会认为说啊，空是管政府空的，啊无把管政府修理，啊无就拨吼这个乡镇施工所。哦，在这个问题上面，他还有提出所谓那个监察院的一个弹劾报告，里面也有提到这个部分嘛。不知道处长这要预计要怎么解决？报告议员，前面的部分哈，你说那个预算编列的问题，我想那个是已经是今年就是一千万嘛哈，所以那个部分大概今年是不是有没有办法追加，当然这就是未知数了哈。不过我想明年是怎么样，我想那一天我们议员在总咨询也有提到这个问题，那看是不是我们下次在编的时候，这个部分是不是足以增加，那当然是看我们整个预算编列的状况。那第二个部分水利会那个部分哈。过去因为这个问题也常提了哈，当然一般来讲大概都会推到我们县政府来。后来我记得，假如我印象没有记错的话，我们曾经发文请水利会哈把土地拨用给县政府，但是不要拨用给县政府，那当然我们管理了嘛。你拨用的话，我们既然拨用给我们的，我们就管理嘛。啊，你不拨用给我们的话，我们要什么名分去用这个土地？就像我们森林公园，我们要他拨用给我们，拨用给我们的话，有责任，有国赔各方面我们负责。假如你没有拨用给我们，那只是说因为监察院的纠正或怎么样，其实监察院那个是给全省各地的水利会了，对，啊，他只是建议请农委会，农委会给他答复这种状况。啊，我觉得就是最主要关键在于是说，水利会若假如愿意把土地拨用给县政府，不管是到哪一个单位。只要拨用，我觉得问题就解决了。好，壮，这个再来协调哦，先来努力。然后有关农路的这个申请哦，壮您把它写，就是需要争取多少经费，我们一起来努力好不好？是，来中央咱来配合农委会。好，你讲咧，我马上来配合。好 ，OK。啊，你看，咱额度偌济，我就来写偌济。好，你来讲3000-5000，我就马上来写。你就甲写起来，就来。好，谢谢。那就拜托你跟林三天林议员了哈。林三天议员现在他是。那个主委的先生很有发言权的，分量很有足够的。我你安尼讲，等下如果要给你敲啊。好，我们在洪宗凯议员跟林参殿议员中间，我们还有重要人物，我们先请张竹然议员发言。好，请林议员准备。好，谢谢主席。那个建设处长哈，我这里对你这个案子哈，涉及道路人本环境这个经费问题。这经费各不行，可以说是因为你们的努力争取了哈。是，但在这里我两点哈，这个你说人行道的问题哈，你们真正这个城有做人行道吗？要做人行道吗？原则上是这样。是吗？哎，像边的那个资本，我们现在卫生桥旁边，现在人本环境的问题。对对对。所以我在这里就说，在这一点里面，他会找出一个重点出来。第一个人行道里面就是说，你第一个要为将来要编，每年都要编的一些整个你有做的地区或者乡镇公所是要求的市区台东市要求的，这维修啊一定要有这个经费的，看你要怎么样去挪用这个经费，或者怎么样去争取，或者怎么去变化，那是用你的智慧的。啊，你做做嘞，你没有维修好不好啊？这个就我的认为，这个就看公所，就像我们
以前一个案子那个卑南那个水量保护期哈、啊，他们现在原则上他们就是都是故宫的钱，啊，好，故宫的费用就是砍草的费用，啊，砍草的人事费用，所以他这样争取那个故宫的费用下来以后，到整个卑南乡的辖区都可以用。啊，至于说做法怎么样的话，对，我们就看各公所乡镇长哈、啊，他们怎么去利用这一笔。你们做法我们都是尊重啊哈。那至于在法的范围之内，看怎么样去处理，就最主要说人行道里面，我们在走的时候，很多地方都是有破损，啊，破损以后就做的时候很认真哦，啊，破损以后就没人要管了。好、啊，另外一点就是说，人行道里面要特别注意一项事情，这个就回到你们本身的专业，不但是建设的专业，农业你也专业，在人行道里面。你有一棵树种树对不对是啊，大家树种到去就你一个圈圈那么大啊，树长大了那个树根一直大了以后树大了以后结果呢那个人行道的那个砖块啊就凸起来了啊，凸起来走路就不方便了嘛，老人家就也诸多不方便，路就不平了嘛，所以在这个部分里面我是说人行道里面你种树千万要记住有刚才我讲两点好、哦，第二点里面就是说，你树撞上去以后，你那个不要把水泥都铺起来，也不要把那个人行道的那个砖块铺上去。那铺上去以后凸出来，应该是这么讲。你撞上去以后，你不要铺水泥，不要铺水泥，它还有一个好处就是说水分容易进去。啊、哦，这是一个。另外一个，你沿路有种树的话，你要留空气孔。你没有空气孔，你下雨的话水进不了。对，啊，你没有空气孔，土壤里面没有空气，树也不会长。啊，时间久了树就枯死。是，我想将来在设计方面来讲哈、哦，希望能够朝这一方面来去努力，因为我们看到台东目前几乎都没有做这个事情了，啊、哦，所以我想我们改变一下好不好？好，这个我们会跟公所一起来努力。哦，这是一定要做的，啊，不然你做到要死啊，挤开了，啊，起码死了了，啊，路都无变，对不对？对。哦，好，谢谢。谢谢张议员，我们请您参见林议员发言。谢谢高主席，那个，这边，那个龙文处长，龙文处长来拜托谁？我今麦拢要对你较恳切谢谢。对，起码是建设处的。两个来，还过来两位处长较客气，啊，两个还过来听你的时候，我对恁也较客气。啊无吼，咱的下场会足惨。咱来讲事实啦，哈，我伫咱两位处长的面前，台东是一个转型的都市，我要足平心静气要甲两位拜托，这个转型是毋是成功？这个转型是毋是符合人民期待？靠两位大智慧。因为行政权力拢来自于恁，恁若看一个代志，要用一个足深度的。咱比如讲一个美丽湾的代志，是毋是要做一个决策的时候，这个问题是毋是以后会损害到咱全民的利益的时候，咱都要用一个真深的思考。今日卖讲美丽湾，无等下咱的徐处长来生气。咱讲事实的，我请教咱两位处长，所谓的好听的人本环境建设。人本环境建设里面有包括要铲除路树给人做水的停车场的吗？有吗？这计划里面有包括处长有吗？来，那个图片把它弄出来一下，拜托一下哈，我们营工室的同仁马上要大家要去观摩旅游，没有关系。来，处长你先看一下，你先看一下来哈，处长两位处长稍微看一下。当然你们在黄建礼的面前你会维护他，我可以体谅你们的心情，但咱是一个良知，超过300公尺，红珊瑚地区，行道树、凤凰树，一丛拢都要切断，给砍除。你砍除的用意是什么？我们的吴庆龙处长说，那个是他们的门面，要出入口。吴处长，我尊重你啦，我希望你要把这句话要收回来，这是良知啦。如果可以照你们所说的。那台东未来的施政是没有一个统一的标准。我相信民众，你安尼用安尼申请一丛树啊，无申请政府就等于给他开发一丛树啊，你给他罚钱。我依据中央标准，一丛凤凰树要到两尺，
一人请来发来嘛，爱发50万。我们是做不要分这样子，我们放让人民非常的唾弃。当了县长好像是皇帝，他讲的才算数，错。你有必要你要率领，你要用一个良善感率领，因为这开始是随着大企业，因为他进出车辆很繁忙，所以我们会用一个案来给他做适度的比较调整。这我听下落，你300公尺呢？议员，我安尼会当请教，我问安尼，我他来回答好无？等下，我请教你。是，这摊工程，是我要乌调巡，因用什么名目，用什么方式，甲因提出申请？你即马讲的是讲进前时间的哈，从三年前啊，四年前。卖讲三年前、几年前啦，你也都看到这些你的证据。我甲员说明一下哈，迄当阵咱有拖到。我即下讲，唔知。建起吴庆龙处长做哟，我想刁民啊。我即下嘛，我即下咧说明嘛吼。迄当阵，我做迄当阵是算讲整个人行道改善啦吼。我迄当阵做迄当阵，当然大多你讲的迄起立迄嘛是事实啦。啊，另外一部分就咱移回家，啊，只要有住户的地方吼，我都有做。所以，我整个作为停车格部分吼，间隔迄是作为一概做。好啦，处长，哎，咱。讲这无意思啦，无意思，浪费时间啦。但是大家讲报告，你认为靠到地区的人民在那边每天进出频繁，受政府的这样的施政 的一个政策，人民的观感，你说好还是不好就好了嘛？你认为啦？那有两个角度来看哈。两个角度，你还是断一下啦。一般百姓的家里住户前面可以用这样特权让他们停车吗？可以吗？游览车哦，拜托喂，你要猜哦。洪山虎来对咱台东管政府偌济会设定地上权几公顷，你敢知啊？你知道吗？你知道吧？李万，我甲你报告。啊，你为什么不爱让你停车场做你家己私心来对嘞？我甲你报告了哈，这款的做法吼，不是加黑的先说这做法。起码咱的四维路，咱四维路目前东里头前往个雅琪啊，咱过去的台东市嗰度摆雅琪啊，我的做法都是安尼。都、就是算讲车卖去停着停车道，所以车中卖停伫遐，啊停伫边啊，迄三公尺不管，所以你这帮移回边啊嘛有，唔是为了。啊，你的意思就是讲，你把那个路数把它铲除掉，让他们私人的企业能够停大型的游览车，你觉得这个政策是对的？你的意思是这样子吗？迄当阵应该是无考虑到红山湖的问题。我是考虑到那企业，但是我考虑到起码坐游览车的停摆。我是可以，我尊重大会主席哈，我时间到我都很自动，现在都自动，谢谢，请坐，谢谢。哎呦，这个不是建设类第二号吗？这边是农业处呢，搞错了。好，建设类第二号还有没有问题？我们请黄瑞华回议。谢谢大会主席哈，我请教吴处长。可以啊，有关这个案哦，感谢你哈、哦，一直在配合地方的需求，向我们中央哈、哦、营建署争取这笔的经费。那我要请教处长，我们这笔的经费，我们县政府的配合款是多少？地方配合款是多少？这个部分是这个是变成这个部分是公所争取的，当然了、啊，你县政府要配合款啊。目前大概今年开始就这地方争公所自己争取的公所自己负担，就公所自己负担的。对，那经过县政府过去有特别的经费，县政府也有这个配合款。这个大概议会谈过哈，目前大概是县政府认为县政府比乡镇还强啊。那你现在你知道说乡镇公所配合款多少？14%，17%，17%。而且拢由公所家去执行。对。我本席吼、哦、要建议吼、哦，未来不管是农业处或是建设处吼、哦，有你们相关的经费吼、哦，多多少少要被那个拨给我们乡镇公所来执行的。对。不要为了说争取哦，为了大家吼、哦、跟乡镇公所再争这个公管费，那你们县政府都懒得自己做了。大部分有的部分的都是这样，像农业处的这方面也是，农业农路的改善啊，一些的工程哦，都是懒得自己做，不肯给我们乡镇公所做。那乡镇公所的这个科长、建设科长跟技师哦，尹先生呐、啊，英英美代职，所以有部分的也应该要拨给我们乡镇公所来执行。对不起啊，黄议员提醒了、啊，
这像以我的做法哈，像目前的建设处就县政府其他单位去委托做很多建筑工程，所以我们不需要去考虑到公管会的问题，所以我们有机会的话，我们就是可以委托乡公所帮我们办的哈，我们是委托他们，对对，也算也拜托他们，应该这个我们尽量，我们尽量有一些经费要拨给乡镇公所委托他们来办，对 对, 对，因为现在政府啊，这个经费比较拮据哈。也应该拨一点给乡镇公所来执行，没有否则他们都没有工作了。他们自己也要努力去争取。我一直发觉哈，人行道哈，人本环境的这个计划的改善哈，这个应该来推动很好，因为连锁砖哈，对于整个地方哈啊，不但是美观有帮助，而且很这个下雨天哦，下水的话哈，水才马上渗透。是。那另外又能。这个散热啊，还有开车子哦不会打滑，那唯一的缺点哦是比较有声音的、啊，又耐用又好保养，因为如果线塌下去哈、哦，连锁商拿起来，那直接再铺沙子下去，那就很 OK 了，这个是很好的了。而且我们县政府啊，这个部分呢、啊、也要配合地方，向我们营建署多多来争取这一笔的经费。好，这个部分我们继续努力。谢谢市长。好，谢谢黄瑞华黄议员，我们再请林三天林议员。谢谢，那个处长再请请。处长，交给啊。这是官府要做还是乡公所要执行？公所，公所是吧？是。这四个公所吼，财政上未看一啦。现在在乡公所，恁去甲了解，一笔钱拢存无三十万。但是这款做法是对的，款都爱落的，知无？所长，甲迄个黄先生讲，唔好怣怣，半日工作累，烦，以后无人要听伊的话，要缩咧，对啊，工程拢会缩咧。这拢因做的，这拢因做的。哦，因做的哈，对啊，无啦，我的看法是安尼啦，要缩起来，工程要缩起来，你讲话才有分量。我有一点，各工作咧做，给他们自由去发挥。但是你要监督一个人本环境，首善就是安全。咱台东足侪道路作为安全的设施，那个要求都不够，啊、哦。最好迄个无障碍空设施，这个要配合。尤其标示，对，啊、哦，尤其标示非常不明，常常造成重大意外。乡公所吼，你若叫某做过乡长、镇长，你敢问看卖？无权、无钱、无人，啊，都拢要看迄个荒地施舍。施舍你知吼？在听有。国语意思啊，那你讲国语该读者。施舍。哎，施舍。对吧？这款的政府啊，背离民意啊，是足严重。但是无到这个客观无奈政治环境吼、啊，人民拢敬佩。因为迄个要变的力道也未够，但是这个力量吼、啊，就像一个风口浪潮随之而来，台东一定会改变。政党轮替。十几天，咱伫只开一个大会，炮声隆隆，人家只剩十几天尔，我拜托一下，给人一个机会，做了无好，咱甲监督。十几天无意见一堆啊，代志了算，唱后壁伫遐唱声。我有一个主张，和解共生，对台二十六县是我们台东人共同的一个愿望。哦，我们赶紧，今天官方刘处没有来，两位也是。非常优秀有经验的公务人员，懂得怎么样谈判协商，尤其我们的许处长那个脑筋好得不得了，那个嘴巴好要跟他讲明，他都要自认为说功力要比一比比接下来，我拜托有心的人，咱的刘兆立委，甚至咱的副议长买单啊，哦，来甲曹启宏讲一下，来甲彭安嘴较甜一下，咱的副议长嘴到上甜的，居民迄阵啊去到花莲无在条停四点钟拍一个卡手，然后副文时看到咱的副局长惊一下，到底呢？歹势哦，二十四小时虽然你加油加水，这就是好的政策。咱莫比你后边共呛声，黄建廷伫比你后边呛声，甲台东二十三万人口的苗拢总拦袂掉的。所以我直接要再次甲屏东县长潘孟安回一个系列良善的改建议，对公共政策道路的延伸性的一个重要，是打造两县的命运共同体。把它建构起来，放下仇恨。那未来，我希望我们的建设处，包括农业处，
因为你们两处都常常有很多业务上的往来，多多的沟通。我今天说，所以告诉你路边停车的问题。我们要土地财团，说土地难听，因为财团对台东在整个建设的推动或许有很多的帮助，你要给他行个方便没有关系，但是不要回头向人民老子开刀。一个违反七计划法喇叭三十万亏累，人民在对这个法令无解的时候，你说他的心情是怎么样？不要忘了，这是转型都市啊，这是一个转型都市。我希望你能够用一个转型都市来好好跟台东人坐下来好好谈，用时间来转换每一个人对这个法治的观念，我们共同建立一个社会安全。我的意思是这样子。好，我不是跟对你们两位有什么任何的特别的意见。要坐在那高位是不简单的。我临沙刚学校无法度坐你那位，因为第一我学习不足，第二我无迄个胆识，第三这是时空恁选择的一个真高尚，为国家会当表现做大事的目的。我希望讲，照着这个时阵咧检讨的物件，咱彼此来探讨。台东失落的物件是啥？咱共同甲吹动来。人民爱的声音是啥？我拜托两位好好甲听入去。好、哦，有关于真有限的经费内底，咱发挥最大的功能，把这个城市再造是一个伟大的。好、哦，我要感谢我们的副议长，用心在腾起那个移民，我都在看了。对啊，有啥物人遐大大杯去找傅昆杰？这都是事情，这是替咱台东人做代。我希望咱的农业处长未来甲副工去讲，下期面咧协调时，有一个大智慧，多多沟通协调。两位请坐，谢谢哈，谢谢。等于你今日口才会使，你继续讲，你较紧就坐了。好，谢谢林三天林议员，我们接下来请谢谢一些议员。主席哈、哦，我们。哎，处长，我还没叫你，你就自己站起来啊！我们的业务啊，这个这样子啦哈，处长，我换了水第八河川局啊，水利署。我在想着一件代志哦，因为你现任董事是无时间来甲你问啦吼。咱就到迄个路堤公告，咱要做一个外环道呢。即马按过去哦，中央推倒转来。对，阮即马所以阮这会啊，这会即个预算，大概后礼拜我就要叫阮科长吼，要公诉的来，针对伊推倒转来，你又阮阁重新申复。啊，内容啥哦？伊推倒。主要伊是讲一个，我嘛感觉因都本来讲要来现场发布，来现场发煞一张文来讲，目前没有这个需求，所以顶回咱去，我嘛需要加宣言报告会，咱阁找一寡。找一寡咱人潮较济时迄相片，阮吼阮去甲申复。是中央甲咱讲，咱目前没有这个需求啊。不，因认为讲目前也无这个需求啦，人潮无遐济啦，啊因就是无来现场看。所以我今摆干嘛就申，搁甲申复应该有机会啦，嘿。啊，不是，问题不出在乡公所和我们县府的这个对整个这个。不是，我们只提计划而已嘛。我们提计划，阿姨说他自认为说没有这个需求，啊，就是因知啊，那是没安怎有这个需求，就是咱那种接地人拢接地啊，无法度通啊，所以要另外开一条啊，对不？阿姨说恁的人无限制，无必要安尼啊。哦啊，处长，你对这个案的把握甲几成？有啦，啊，搁迄天就拄啊，阮科长嘛拄啊，甲刘立伟有会谈一个案件啊。毛先甲刘立伟那边拜托哈，讲我得到喜欢深入去哩，搁拜托刘立伟那边去实际去拜托安尼。对啊。啊，针对伊公文落来，我是有把这个深入因哈。起码那是讲，我都可以。注定我只要甲你拜托哦。是。这个案，我都会持续关心啦吼。好，嘿。啊，那是讲有啥物会议啊啥，你拢甲通知一下，好不好 ？OK， 我会当全程哦，对这个案做些了解解，是好不好？是，好，哎，好，谢谢。好，谢谢一些也各位还没意见。好，通过。11点多，我们中场休息5分钟好了。好，我们先休息。好，我们继续开会。建设列第4号。
建设类第四号交通部观光局2015年度核定补助本县办理金尊冲浪游憩区设施升级计划，计新台币2000万元整，因计划核定较晚，未及纳入2015年度预算，敬请同意先行垫付，并列入2015年度追加预算办理转正，敬请审议。好，各位议员未见，我们请洪忠凯洪议员。谢谢大会主席。哎，处长，我刚看到那个交通部的一个核定函哦，在后面的附件的部分，哎，有核定不乃无疑啦哦，包括多良啊、蓝屿啊加。那这个是之后才会送进来垫付。不是不是，这个我说明一下哈、啊。哦，这个是管理处的案子。哦，其他是管理处哎。哎，这个整个案子和管理处那个交通部官方起的案子，它、啊、是就是金尊港连外道路的部分我。拜托我们来做，是这样子。啊，其他的管理处，管理的给您管理处委那个追加预算来垫。对，可是它里面没有其他的垫付案了、啊。那哦，伊底下迄个观光类第一号啦，哈、哦、，OK， 他就把它分开了。好，谢谢处长。处长，高委员，因为我们跟观光局哈、哦、争取一共是6200万啊，总核定的经费，那里面有分乡镇公所执行跟县政府自己执行的部分、嗯，所以才会有分两个，一个是在建设处部分，因为我们跟建设处后来有分工，就是工程的部分，我们负责提案，工程的执行都是由建设处处理，所以就这次金尊的是放在建设处的预算。那另外，等一下议员会看到我们管理处有一样的核定的是3200万，那个是是要给公所执行的，所以它会列在奖补助的科目，所以是因为这样子才拆开的。那我就一并问了啦哈，因为那个有提到观光局，他也有在他的审查意见里面有提到说，哎，这个设施哦，似乎只有每一年办理国际冲浪节的时候才使用、嗯。那平常呢，我们花了2000万去做，那平常要干嘛？所以就是因为他原来设施实在是很不充足，我们其实很想委外给人家来经营，可是现场就是只有一个厕所，其他的。其实他没有办法作为说让人家来到这个地方有足够的设施，人家来委外啊，让人家来经营，所以我们希望借由这个改善，不管你是植栽啊、绿美化的工作，或者是整个进来的连外道路入口的那个意向的很明确的，让人家知道说这是国际的冲浪场地，所以我们希望是借由这个计划来作为改善，那你委外才有可能，不然其实我们已经委外非常多次了，都没有人愿意来啊。处长，你凭良心讲，哎，建设处长先请坐啊。处长，凭良心讲啊，你觉得台东真的是一个适合冲浪的地方吗？是啊，很适合。然后我们也适合推广这一件事情。是。那为什么？因为今年因为我去年第一次参与整个冲浪的赛事嘛，所以我在现场的时候，很多的国际的选手、国外的选手，其实对我们的那个浪点都觉得是非常棒的。因为咱台几千来。那他怎么开几千人来？哎，几银刚进伍呢？他们还要付报名费。啊，奖金给他很多啊。是我们的就是奖金，我们提供就是奖金。那个费用都是他们要自己负担的。错，那个是这样的哈、哦，就是说平常这个没有办理冲浪节的时候，平常在这里冲浪的人好多嘛？有少数啦。因为我们那里现在东河有很多的冲浪店家。是啊。是。但是生意不遐好啊，而且大概就2-3间吧。具体的不止啦，不止2-3间，不止。所以我说，它当它要变成一个产业的时候，其实我们都要考量这个很多点配套啦、喔、因为哦、喔，国际冲浪节得改班哦、喔，前面的计划跟筹备哦、喔嗯，本人有参与到。哦，是。所以哦、喔，那时候在教育处办。是，对。喔、所以怎么起头的哈、喔？怎么这么瞎的一个起头的方式哦、喔？这弯的那里卖供啊。所以我一直在讲说，这到底是为了某些人去办理的，还是说他真的有这个市场需求？那台东可以推这个东西啊？我们现在总之现在要花2000万去做这个吧，啊，就是说我们认真要推广。这个是工程啊，就是既然要成为国际的冲浪赛啦，哈，其实这个赛点在去年，因为我们有透过网络的一个直播，而且是 WSL 是国际唯一认证的一个国际组织的赛事。那所以说我们现在是这个国际组织赛事的其中的一个站，所以是你在国际间的知名度，其实我们的金尊已经有
打开它的知名度了哈，这是对于我们商界来讲。那环境的部分其实是还有改善空间啦，这也是观光局他们自己的委员来看我们的场地的时候给我们的建议，所以观光局他才会再给我们一些经费，因为很多那个你要坐连那会车都没有办法嘛，就是那个道路太狭小了。既然你们有心要做，我们还是鼓励你们啊。不过希望把它做好，因为开两千班都走，昨天还告诉你要个变形的蚊子馆。没有啦，光做那个淋浴设施什么那个都不够，所以我们希望在这个案子里面哦，都是一并来改善。那当然还有其他的冲浪点不错点，我们今年也希望有一些盘点。好，就是希望就像讲，真的要推冲浪产业，应该不是只有这个地方，其他的浪点如果不错的话，我想我们也会努力。让我们真的在整个东海岸东河成功都是一个很好的冲浪地方，包括长滨也是，因为那个美珠议员也有跟我提，所以说我们几个冲浪点我们都今年会试着再去盘点一次，看能不能真的打造我们的整个的冲浪的一个环境。努力了，好好，谢谢处长，谢谢谢谢。好，谢谢洪东海洪议员，我们接下来请林三天林议员。谢谢主席，处长下课。你最近有去学校训练啊？什么训练？被插好啊！有训练无？安尼我可能无及格。好，即摆训练拢有够厉害，这管护无简单。教那要害人啦，要讲被插的拢归头。观光旅游客，游客多少？去年来，你请讲，我听看卖。讲实话哦。去年一整年的游客人次快600万。哦，无简单。还没再到黑话，你马上省嘞。人次啦，各景点的统计啦。别讲黑啦，哎呦，讲黑人听未落，含你咧讲话无好啦。你咪安怎解释，我拢知恁啦。但是整体的台东的观光，第一个打造一个环境卫生很重要。绿岛哪里加起来总共有几个公厕？公厕哦。哎，公厕，你去观光旅游，你有没有要如厕的时候？你个人，还是讲禁鬼？绿岛连同机场关机场会卖什么？人家机场会卖什么？那你也要让他凹进去。就你县府在整体的一个布置，观光的布置，对公厕的一个设施，绿岛跟南野有几个公厕？嗯，我把你点切了，不多了、哦、啊，不多了，很多哈，不多，大声一点，不多。那你对那些观光客这样的虐待，你个人身为女性？情何以堪？其实公厕的确是很重要，那需要嘛，对不对？对，因为以我在绿岛蓝屿的看，是因为土地是最重要的因素，真的。这个是借口。真的啦。就靠了啊！不，你搞啊，我来走。为什么一个工程就你去规划，然后那个建设处长啊？为什么就是他去执行？你们规划，然后他们去执行，这里地让我们揪了。这若要甲讲话开吼，这拢是真正一个行政机关吼，无一个正常的行为。图都爱别人画，施工的人都爱配合，吼、哦，啊都爱绑标。南屿地区一个太阳能的路灯，就光一个太阳能路灯，我告诉你，35万。报告员，那不是我们执行的。当然，我不是讲你，你想要要讲你的，对啊，我即马是要甲恁讲啊，吼、哦。台东的区域的发展。咱首先所要的环境安全，这很重要。人身体上所需要的，你着重去把它加码，把它盖下去了。停车问题的规划，哦，观光旅游先来把这个基础的一个事务先把它打根底做好了。绿岛地区下了船，摩托车的租用地区跟船码头，你来看乌烟瘴气，好像在逃难。你怎么不会说想象说？把摩托车的一个租赁的区块跟港口人口的疏散用怎么步道把它引导到别的地方，然后再骑摩托车，这足侪年嘛，你无要改善。我唔知恁的思维对这个公共的天幕是啥，我唔知啊。但是你要了解哦，我一直咧强调，你即马伫咧一中市场内底，台东会经济激动哦。我提早告诉你哦，你要怎么去打造一个台东的未来的建设，包括。我们的一个观光，这个是一个命脉很重要的相连的了啊。所谓建设，我希望那个建设局长
你会当本着讲你要爱台东，我老我有亲人留伫台东，我落落这个舞台了，人也看讲这条路是我打造，这个公厕是我较早我去甲硬强力走出来，这个停车场我甲疏散着一个真好的一个拥挤的城市，我去打造一个怎么样的一个都会型的一个和谐的地方。台东市区现在人口密度很高，老旧社区那里的一个停车位够吗？你们要往这个方面去着手的。哦，不是规工听什么人文啊，哦，什么吼冲一个浪花，金尊那里我告诉你了，就诚如我们江建寿议长议员啊，我们同仁他对冲浪的浪的理由他很足够的，金尊没有同浪的，一个冲浪的浪点没有同浪哦，他就没有办法造成一个很花式的一个冲浪了。那个只是一个海浪哈，让你们看，你那看到烟灰啊，然后都落灰啊，就像大武渔港在苏区渔港一样嘛，只要沙一弄起来，浪花飘过去就可以清款了。每天都在苏区，都在那个港口泥沙灰泥啊，你底下落钱落足济啦。你没走做金钱的好，你没想着啥了做啥，要整体的事做了。不光渔港那么多的经费，那些大国又你去怎么去啊看看呢？对吧？后遗症来了，产生很多的争分，把那些建设都浪费掉了，何必呢？整体的规划，我第二次在发言了。我希望讲，咱要做咱的作战的，唔好讲因为顶管的欢喜，咱就敲掉讲你，它未来的产业的基础价值在哪里？要想着，金尊有什么基础产业来？你讲一下，会发展地方产业的金尊。对哦，金尊在我观光的层面来讲，我们现在就是基础产业哦。直接打上去给林三天第二次发言。好，谢谢。我告诉你，卖饭少你知无？卖饭石是那里的最好的产业。外县市把卖饭石从台东顺顿的买出去加工之后，一包300块，动动脑筋了、啊。全台湾的啊，进采不是？什么？海边进采，三公进采，很捡石哦。那进采，那里有矿区，有人在挖，合法的啊。你要怎么去把它规划嘛？矿区啊、哦，对不对？你要把地方产业，先把产业可以永续，再来谈观光了。地方的产业可以永续，把观光、人文把它结合，这个才会发扬光大。WTO 咱家己了，台湾的农产业拢总无竞争的对手啊啦。对啊，唯有提升品质，你把品质跟人文结合在一起，才能够永续了。你现在做硬体做到那么多，那有什么意义呢？人文，我们在谈的人文，环境人文，就是说我们用自然的好山好水，用最自然淳朴的东西呈现给我们的观光客，才能够永续了。你在台东盖个摩天轮有用吗？没有意义了。金尊港它那里有常年有很多的文化，你知道八仙洞一路走来，相爱的一路走来的东海岸的文化，你要把它结合。东海岸也漂不漂亮？漂亮。那现在有安华要进城，你有什么意义吗？你也会向中央取得到一个基本的共识，在当地的人民的居住的环境权，包括他们的土地的使用权的权利，提早帮他们争取吗？免得这个海岸华一进驻的话，整个投资哈都毁于一旦了。你要做的我无反对，但是要做做实际，无代无志，车头都去遐用一个大个电子看板，去地嘛分几啊百万，这你嘛知啊？要广告的广告有实质意义的啊、哦！娘家规工拢伫遐拍去行过，还想去踹者，去看到迄个查某人，对啊，无代无志，搁伫遐咧祷告。吴庆隆处长，吴庆隆处长，请问你对宗教的祷告，你？有没有这种习惯？没有。宗教是自由，是伟大，宗教也一定要和谐。我们不应该在这里谈到宗教，把宗教拿出来做一种批判的错。在当的时间，我跟你讲，首先我拜托您各位，咱做对的、做好的方向，绝对支持。我唔知讲都家那个徐立贵处长，来麻烦请起一下。请起一下啊、哦，这个都可以讨论。刚才媒体问你的议题，你说明一下好不好？每天他都要给你问上面废弃物要怎么申请，可以在农地掩埋废弃物吗？现在是建设类第三号了。因为他已经离开这个位置，这个事情都跟他有关了。来，你请起来。我今晚得请起来了。来，处长，咱唔免
底下无代无志，拢底下对抗，无必要对抗。那民意代表来自于各地方，他们所谈的、所说的是他们所看到的。我拜托我们的观光旅游处长，在做建设的同时，问问我们的吴庆隆，他对台东的了解。你说你今天在政府里面有多少公厕？你顶个的想嘛，怎样谈的什么什么天堂路啦，哦，什么地狱岛啦？那一棵树啊，造成人民很多的困扰，你知道吗？有公厕吗？那附近有什么公厕？没有。讲的拢讲表面的，官拢官下拢威的，你听。结果拍开内底拢无物件，这就是台东的事情。台东若要安尼落吼，人民没有办法接轨，是人民的痛苦。台东的房地产现在搞得那么高，我们的县长还很高兴了。外县市的协同的孩童来这里读大学，要租个房子，妈妈房租很贵呢，你说情何以堪？城市的发展步调要跟这个人民，跟这一块土地有情感，正常的发展才有真正的未来。观光旅游处站在这个位置是非常引领台东人未来命运的分水岭，很重要。你可以把海洋深深水创造一个人文观光的一个市场，商品市场，多棒！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东西你不去搞，啊，每天搞什么冷气球、热气球，哦，弄个花光花亮、昙花一现，你心里无比的兴奋吗？你是这样的心情看到台东吗？哦，也因为深圳海水不是我们观旅处的业务啊，我也不方便。你可以提建议，把海洋深层水的一个产业变成一个观光点，这个才是真的是发挥到一个经济学跟产业关系哈，能够结合在一起，台东才有机会。不要动不动就去搞民宿，你敢规定高间五间，不管恁几间啊，但是你看这个市场变化来做天幕调整。哦，拢投资了呀，迄拢家己本土的台湾人咧投资的，不要动不动就寄出计划，这是错误的法令啊！我告诉你，我们要看依据一个城市的转变，依时事来调整市政的功能啊！哦，卖讲挡不挡到鬼端，迄无意义啊！当然，山坡地乱，偶尔开发，这个是我不反对的，这个一定要计划。但是有些良善的一个建设，它只是不是在一个会影响当地的生态人文环境的大破坏的东西，我们都尽量去协助他们解决问题了。好，哦，今天的会议我希望三位新的年度开始用一点心思打造一个台东的人文环境优质的特色。好，哦，那处长好，哦，感谢你啊。好，哦，谢谢。好，哦，谢谢林三店，你也各位没意见。好，通过建设列第五号。建设类第五号经济部水利署核定补助本府办理流域综合治理计划第二期105至106年卑南右岸二号堤防加强加高工程用地经费计新台币1,265,900元等，中央补助款8,221,600元，县配合款2,044,300元，请同意先行垫付，并列入105年度追加预算办理转正，敬请审议。好，各位有没有意见？好，通过。我们请林三店林爷。今天开会哈，我感触很多了。那因为后面还有很多预算，我们希望说各部会还有我们一眼通人用心来把关哈，打造一个优质的台东的一个真正的落实一个施政的政策。好，是不是大会主席哈，我们就先清点人数。好，议事组。主席继位。好，我们人数不足。好，今天会议就到这里告一段落，我们明天再继续开会。好，谢谢各位，谢谢。